其实很可爱。对啊，好可爱哦。那我也想要养乌龟了。我觉得你必须要养一只，毕竟你自己就是小乌龟了。龟爸爸的感觉。对，你是龟。就是我们的人气王小乌龟郑可强，欢迎可强。嗨，依然你好。荧幕前面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郑可强。这个呢，它是叫做忍者龟。忍者龟不就是你吗？是，对，它忍者龟，它因为它的头对有这个花纹，是，对，那它其实就叫做忍者龟。大只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你不要再吃了，给人家一点机会。吃了吃了，有有有，哇，太棒了！他不要，其实很可爱。对啊，好可爱哦。但我有点想要养乌龟。我觉得你必须要养一只，毕竟你自己就是小乌龟了，不养一只乌龟过得去吗？龟爸爸的感觉。我们家有养一只狗，尼克斯的狗。尼克斯几岁呢？11岁，10岁还是11岁？是那种会欺善怕恶的狗，就是看到大狗会跑去躲，然后看到小狗会过去叫嚣。它是人用级的鸡腿下去做先蒸后烤，它最特别的是它连骨头都已经被烤到有点碎掉的状态了，所以狗狗或猫咪直接吃都是安全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你生。比赛结束之后，然后会更增进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样子，所以谢谢大家喜欢我，然后关注我这样子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